这是什么呀？还会飞？大仙儿，这个呀可是我自己做的小猪佩奇热气球。哦，不过看着很好玩呀。大仙儿，你要是喜欢这个热气球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个。好啊。哎，胖妞，你能不能教给我啊？我自己做到时候我回家也可以玩。没问题，这个小猪佩奇热气球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三步就能完成。太好了，胖妞，赶紧教我吧。好，首先咱们拿出两个纸杯，一人一个。好，第一步呢，咱们用剪刀把纸杯一分为二。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气球的底座。剪好之后，咱们在纸杯的底部剪一个洞，要十字形的哦。剪好了，胖妞，然后呢？然后呀，咱们拿出一个小猪佩奇的气球，把它放到纸杯里，把它穿过来。现在到了最重要的一步了，咱们把气球给它吹满。哇，胖妞，你的气球吹得好大呀，我要吹个比你的还要大。最后咱们把这气球给它放飞。哇，胖妞，你的热气球飞得好快呀，我要试试我的。没有你的飞得高呀。大仙儿，那是因为你把杯子底部的洞戳得太小了，气球里的气放不出来，所以就飞不高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再改造一下。哇塞，大仙儿，这次咱们两个的热气球飞得一样高。对呀，也太好玩了吧，而且做起来也特别简单。那咱们再比一次吧。好啊，把我的气球捡回来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来，我数一二三。